嗨，各位观众大家好，我今天要介绍的是我5月17号去力宝练车的影片。这一场比赛很有趣哦，如果你有看我 FB 看我的 IG 你就知道满满都是血泪。好了，开始，废话不多说， GO！ 好，你看现在，哇，现在离场，你看姚元浩，哇，还拿 GoPro 拍我，真的是好队友，人长得又帅又 nice。 他刚从那个环岛台中，好酷哦。好，走了走了，你看到我的轮胎是新的，有没有看到？有没有，我的轮胎是新的，完全新的。你知道为什么这样一直去抖它吗？因为赶快把那个轮胎的蜡把它磨掉，赶快把它磨掉，不然我不赶快把胎开起来，我等一下起跑的时候会有问题。你看，我到这里我就有点哭出来了，因为我这时候下油门它没有反应，你有没有发现？你有没有发现大家出弯的时候都直接开离开？你看，哎，还好这个地方没有啊，好，但是不能乱哭啦，对不对？哎，我们总是要认真哦。你看，我非常努力的去挤压。去磨轮胎，赶快把它弄开始，把它弄好，弄完整。哇，酷！排成一条，大家一起出发。反正就只是练习而已嘛，对不对？哇，跟紧！开始了，正式练习了。跟好，你看，哎，这引擎真的很 OK， 我觉得真的是没什么问题，动了好久，终于，你看，马上，是吧？出弯马上被拉开了，我刚才讲了，我的刹车咬住了，哦天哪，还好，这个弯还好没有很明显，不然我看连续两个弯我应该都不用活了，是吧？你看一起跑马上掉一位，因为他刹车就咬住了，他现在就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咬什么时候不咬。我那时候在场上的时候，我在安全帽里面是一直在骂脏话的，不要闹吧，跟紧，车还可以的时候，哎，卡住小狼跟内线进去出来了，耶，又回到原本的位置了，冲啊 go 你看没有咬住的时候有没有吸上，拉出来，好，再发挥我们卓绝的刹车，有没有？踩在他旁边，你看刹车咬住了，你有没有听到？刹车咬住，我只能卡住他的位置，让后面不要进来。等我速度上来，等我刹车弹开的时候，他速度上来的时候，他再跟过来，我们没办法，刹车就咬住了。这是我人生中第一次比赛刹车咬住，这感觉真的很痛苦。也许我以前也有咬住过啦，但是没有咬得这么的大力。哎，那一天真的是咬到大力到下油门，我到哎没反应哎，你会觉得油门是怎么样？到底是怎么了？车子完全不会弹出去。你看，被前面越拉越远，越拉越远。但是没关系，我们的精神就是什么？不要放弃。那没办法，赛车就是这样嘛。前面一开始是引擎还没调教好，就先把引擎调教好 ，OK 了以后，车架还没调教好，调教好车架，引擎跟车架都 OK， 就没想到，既然问题发生在刹车，真的是快昏倒了。没办法，有时候比赛就是这样嘛，你总也不能就是刹车咬住你就直接回家嘛。如果你有认真看影片，你会发现大家出弯都直接就出去了，我还在那边要等刹车弹开我才会出去。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说，所以人真的要有同理心，对吧？以前我没有发生刹车咬住那么严重的情况下的时候，我都觉得可能还好吧。现在发生在自己身上，真的不好。没办法，比赛就是这样。但是你看，我还是很努力追，我非常努力追哦，因为我觉得真的不行，刹车咬最凶就在这里。你看，好高姐，你看。马上冲进来，高姐来了，跟在高姐后面，不是高姐来，是我跟在高姐后面。这个小朋友车开的真的很厉害，非常厉害。
观摩一下，好好跟一下。能源没办法嘛，我刹车时摇时不摇嘛，然后时摇多时摇少嘛，就只能靠就是看高阶可不可以跟前方稍微缠斗一下，对不对？让前面慢下来，然后再利用我的技术再超过去，不然能怎么办？你看这引擎真的有给力耶，刹车没咬住的时候真的是有给力耶。然后后来就一直在找寻，如果刹车咬住要怎么开的方法。你看我现在下油门它没反应，你有没有发现？那样就拉开来了。真的很无奈。哎，不过你看前方有缠斗，我们真的还是继续慢慢一直跟一直跟一直跟。你看高铁这超车好漂亮，它现在从外拉到内，哇，超美的，一次就过了两台，超级漂亮。好，现在跟到后面啦、啊。Go g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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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o， 因为我就够接近他们嘛，对不对？所以我就有机会，是吧？而且我因为刹车有咬住啊，我大概知道要怎么开比较不会刹车，不要走大顿脚。我们讲的说不要走大顿脚，稍微带快一点点的速度，用圆弧脚把它滑进去，这样刹车咬的就不会这么凶。哎，也只能这样啊，不然要怎么办？啊，真的是无奈。又被拉开了，明明跟人家同一个弯进去，又被人家拉开，真的是昏倒。好，你看，哇，又咬住了，人家要出去啦。没关系，没关系，尽量跟，尽量跟，总是会有机会的，总是会有机会的。你看，我真的很努力。我看一般人这种情况下早就放弃了吧，但是我告诉我自己不行。哎，他动手了，啊，动手，中间露出一个空间，我也过去了，哎，没碰到哦，赶快看哦，没碰到哦，非常干净哦，哎哎哎，不要乱讲哦，不要乱讲哦，没碰到哦，大家应该都有看到哦，没碰到哦 ，OK， 超过去是非常干净的，非常非常非常干净的 ，OK， 我要特别强调一下，非常干净，应该很清楚吧？你不相信可以重播，你看，害我刚这精彩就没讲到，他刚跳路延迟一下，我就没故意去吵他，因为我不知道他会跳到哪里去，我会不会出问题。我们再跟好，努力跟好，努力跟满，是吧？虽然刹车咬住，但是尽量开嘛，尽量就不要让它咬住，是吧？不然怎么办？对不对？也只能这样了，跟跟跟跟跟跟跟。但是其实我想过啊，因为我其实跟一直跟学生讲，不要放弃，不要放弃，不要放弃。结果我遇到问题我就放弃，这样我是不是枉为人师？对不对？早知道我就跟学生讲，你遇到挫折可以放弃，放弃也是一个选择，就轻松了嘛，对不对？我现在对不对？我就不用再尝到那么挣扎，好感觉给人家凌迟处死、羞辱一样。虽然我还是可以超人家车啦，但是你看，咬住，你有看到的感觉吗？我真的是不知道该怎么说来，你看。这个是周子涵，也是很厉害的小朋友。你看，没关系啦，总是有机会嘛，走到人家后面好好观摩一下嘛，是不是？看看人家怎么开车的，对不对？是吧？这样我们也会比较会学到东西，对吧 ？Go go go！ 好好跟好，跟满。你看，没办法。只咬死不咬，也只能这样。不过这引擎真的尾数真的是有够力的，你看下油门没有反应，然后我就开始试着顺下、画圆弧下，什么都来，是吧？不然你就咬住了，不然你要怎么办？你看又被超了，真的是昏倒了，不知道该怎么讲，是吧？咬住到后面的车子都上来，你看，我能怎么说？哎、欸，有没有看到？没事哦，没碰到，我闪开哦，有没有看到？哎、欸，看清楚，看清楚，没关系啦，裁判也有还我清白了，大家看 GoPro 应该也够清楚了吧？应该没什么问题吧？比赛就是这样，总是有。
去。那这也就是因为大家那么爱比赛的原因，因为这就是比赛迷人的地方，对不对？为了位置去努力去打拼。好，没关系，就跟好跟慢，走好走慢。那你看我现在走的路线算是一个很正常很基本的路线，各位车友可以好好看一下，如果你没到过力宝跑过车子的话，你可以参考一下我的路线 OK。 但是不要参考我刹车咬住，刹车咬住不用参考 OK。 我那一天刹车这个咬住啊，做出来的成绩是53秒2，我刹车没咬住随便也满52秒。好，结束了，练习结束了，就这样，这就是我那一天的经历 OK。 啊，如果有任何意见的欢迎在下方留言 OK。 我有很多话想说，但是我又不知道该怎么说。我只是觉得我开车应该看得出来吧，算蛮干净的吧。为什么我会被人家指责是一个危险不安全的驾驶？我也真的百思不得其解。侧面得到的透露是，我是被人家积怨已久爆发的一个点，但是我是觉得一码归一码，你跟别人的恩怨，你们跟别人的恩怨，那是你们跟别人的恩怨。我今天超你还是防守你都没有任何问题，那我觉得是不是不应该这样说，对不对？是吧 OK。就这样了 ，OK， 拜拜。